有人来哦，那不要我讲一下，啊，那不要我讲一下咯，收起来，来四个台就收起来。小姨来，这我小姨收起来。这下多少一个人家搞买一箱啊？一届买一箱啊，无好笑，无好难的吼，来春节了拢无啊，要吃赶紧给钱挪位。这海产也是一个百八两地，三个人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，唔免三个人啊，三百到恁只三百。来三百。有人要吃挪威青鱼的无？三百。春节了嘛？哎，春节了。我这条要送你三百，这条要请你三百块，算要一个三百。来，今仔先给钱的，这条要我送啊。我来讲啊，四个人客尔拢无啊，送先给钱的先赢，两百了。两百。挪威啊，挪威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有人要吃挪威青鱼的无？两百。来，这边买无？两百。那都上俗的啊，上俗的啊，这一袋剩三四十块，你后尾也无好收起来啊。那都上俗的啊，这都一袋卖恁四十块，搁加都无赚钱啊，搁加两百块尾下无，拢有啊吼。伊也都买一箱计数同款的，你买两百，买两百了，这都计数，都爱买一箱嘛，这都计数嘞。来收起来。啊，这挪威啊，这挪威都较贵。啊，无你若买遐俗的，我有台湾的，台湾的较俗的，我有比较毛早。两百块买来无？最后春节两百买东西，真正的真正的上好食，真心的。大哥，你敢有要吃？我来收起。来刷礼去去。刷礼上面吃。刷礼面吃，免一千五，免八百，先给钱，拢大袋吼。这拢高领啦，拢刷礼吃，这拢免好笑。来面吃刷礼五百了。来五百袋。来五百上面吃，这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。两个。啊，我来讲，你敢买五百，我搁加一袋哦。来啊，先给钱，这一斤三百几块嘞啦。这地够你啊，来五百。够两百只刷礼的无？五百。五百啊！刷礼够两百只无？五百。这地够上一地百零块变高路啊！这地够啦。最后够一个五百。五百。来，你唔好买过三百咯，这地够来三百块。上家庭啊，唔好买过咱买三百，无要紧，三百块尔。希望够某条刷礼个，三百两百只无三百。等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谢谢。来，收起。来，迄个过来买来创。嗯，过来买食啥物物件？甲我讲无要紧。套票啦。套票哦，套票，巴厘岛尖角啊，迄巴厘岛尖角，迄比套票较贵哦。来，莫着。来，你要食这个哦，一盘哦，啊，一盘，这叫巴厘岛的煎卷啊，吼，哎呀，这，哎，一盘全部装起好无？三个装包啊，三个人加装包好无？我若花你一千啊，才卖三千，比外口菜市还俗哦。这全部满的吼，三个装包，一千、八百、七百，拢免全部三个，送钱给钱哦。只要求水，只要若卖菜、卖猪，你卖吃啊，剩咧起来另外了啊，先给钱哦，五百了。来，五百。五百块上面只八零台，总共三个装包，三个装包拢卖了。两个。还有个什么收？装包。收。装包。没有了。包解水喝啊。包解水喝哈，来。那个嘉应过来，咱来介绍。你敢有花枪无？那个介绍一个花枪，我人好无？姐，你帮我弄一个，谢谢，感谢。我来介绍一个花枪啊。这花枪是哈鱼啊，这哈的哦，吼。这龟尾拢无刺，龟尾拢无刺。这当然用煎的，甲吹拢免烫，龟尾来煎甲吹落啊。这餐厅无甲你好笑甲一句话啊。一只甲你吹泡泡剂，内底四五粒的泡泡剂，吹起来一只两百几块安尼哦。这只虾鱼啊，吼！你会当伊再只问我这回收干虾鱼啊？你会当变问？我跟你讲啊，一只我若准备啊，我两只五百，你要撑起你千万莫买哦。这规只全部拢卖了，我跟你讲，今仔要食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卖三五我拢甲收起。今仔我想互恁试一下，你一个人买一份新价钱，三百啥物事？三百。有人要食大尾回收无？这免台啊，食大煎鹅。三百有人要食回收无？这尾鱼啊，我跟你讲。伊的鱼啊，肉的肉质足油的，啊，然后拢无刺，吼，啊，这一尾只大尾，啊，一尾卖恁百五，有够俗的。这海鱼啊，本地就贵啊，吼，三百有人要来无？三百。三百。我今日搁专工炸大尾来给恁的。哎，分只小尔，啊无。啊无安尼啦，啊无阿姊，今日一尾给我送啦，我搁加一尾给恁啦，恁卖考虑啊啦，三百块尔。三百。一尾一百零七，你亏啦，你嘛买袂着。你饲你亏啦，鲈鱼你都买袂着，一尾一百的啦，我讲真的啦，我卖海鱼啊你。吃嘞肉丁，创着钱，我钱用你家一支两棍尔。今仔你来甲我买三包，我甲你讲话恁听。我今仔个百福利哦，你。今尾我无爱买，我今尾要送你。我今尾卖你斤角啊，唔免五百，四百拢唔免啦，四个人家拢无啊，大只个哦，先给钱哦，三百了。三百。来个要食花枪的无？这只鱼啊，真嘞肉丁，你起来用我。那个没有。三百块要吃无？最后两个，来，头前。
最后一个三包上面无啊？啊无，我来讲话，恁妈买鸡买两尾啊，当个先一尾吹啦，百五都试吃看卖啦。百五试吃。有人要百五试吃无？啊，你在台后吗？台后免台一只，真正。到人要试吃百五，多少啊？阿姊你讲，哦，伊要几钱啊？百五够有咩啊？可以啊。啊，伊要百五，来咯。来，超前啊！迄个第一个沙发是啥？超前。你第一个沙发，是三万块你出来了无？百五拢上你。来，超前。菜啊，都无啊，都上飞啊。啊，二楼就着你两个啊，两个啊。两个。超前。来，巴黎小姐，几个到？这谁啊？这。旁边是我啦，无啊，靠呀，安遐靠拄啊，有中无？因都遐靠中，无啥要死。我你你问看头。好，来啊。阿老，你要啥物代志？虾啊，吼。你要食虾啊？要大只啊？细只啊？细只啊？大只啊？大只啊？来，加大只啊！加，你收着。莫浪费啦。来，阿舅，来要食虾啊？无。伊只虾啊，你若要炒的吼，你食这就好啊。吼，啊你若要食这乌皮的吼，这来你看，好夭寿哦，天差地哦，你看，水无大只无，我来大只无，大只无，啊来我来讲，这组虾啊吼，是活活落去动的，这有啥活动的，就是活落去动，伊是死啊甲动起来，这差足济哦，你慢慢甲动哦吼，你唔免捌，我讲互你听，吼你有这只，我来办就好啊，吼活动的来听。这里要烘也好，吼，要安那煮拢好食，就是只大只，吼，来，你要食虾啊，卖吼，你开三千，开两千，大虾一定贵，先加钱，一千三要食一千，来，你帮我食，莫嘞，莫嘞，一千三要食一千，我电话也不要，我好给咯，一千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有人要食无？一千有人加客钱无？一千块嘞，我一千就收好了，我只要你上面一千块。我只要要请，我来讲，全部五个人就留咧，一千六，卖茶啊，卖出来了，哦，轻轻啊，无，只要要十二啊，一千啊，一千有人要食来无？食。啊，即话恁讲哦，即你下当去菜市啊，望即落行情的啦吼。来，今日你若要一千块，我都加一盒互你啦，我只要要你三百几块尔吼，谢谢，感谢所有人家支持啊。只要唔免钱，下当我你去外口比价，去外口比看嘛。只要讲你唔免考虑啊，一千块。收钱。一千块上面就一千没有了。一千块。一千块，收了。三下啊。收钱。所有客钱的收了，就有客钱。拢有啊吼，注意听啊，大爱，我保证破半价。吼，啥物叫破半价？就是全台湾你绝对买无这个价格，我直接敢大声跟你讲一句话，今仔有客钱的，谢谢。小弟只也无卖。专工在上五年呢，你去外口问看嘛，就好啊，死的，唔免考虑啊，唔免考虑，无啊吗？一千块才一个，三个啊，钱来了啊，钱来了啊，这免考虑啊。两个，哇塞，老主管啊，我来你抢这个，两个，新买啊，这无人卖这个价钱啊，这一个成本我透明啊，一个本钱我百九啦，我一个跟你讲啊，唔惊恁知啊，一个本钱百九啦，无好笑的啦，三个，一个十块人要买 ，OK 啊，暗暝搁一个，我一个下做。好，你始终啊，始终啊，来啊！来，不然咩啊？无一千啊？来者，逐工都抢了了啦，无歹好食。逐工的啦，无一工无抢了了的啦。一千个要食无？来者，很爽哦。拢有啊，有就收啊。你过来收，来拢。来过来就分啊。啊，你拢要注意啊。我要招最后一个一千五啊，拄啊一千拢我滴啦，一千多啊好。最后这个一千块刚好没有了。来者，无无啊啦，人家会真心的啦，安尼真正都无啊，三箱安尼无啊，你有看无？来，无买买两个四百咯。来，少一点的四百。少加点个四百。来，最后搁一个四百，没有了。最后搁一个四百，没有了。四百。四百，大盒的。大盒四百。没有。四百。哦，大盒四百。来，给我。没有，不要加，不要。我两百只尾鱼头嘛，三百五发尾啦，一百两。来，两三鱼。这蛤蟆在那倒啊，那是哪种啊？一百两。哦，三鱼。多少岁？四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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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两，多少岁？啊，一百两。尾鱼头够不？四鱼。紧多哦，我皮肤啊紧的。两鱼。一百五啊紧。这个这做伙啊，三百。这个。然后我开始加两分。一百块才多哩，一百。
几个？我两个呀。一百个要爱无？一百。啊，就是要爱哦。一百个要恁接无？一百个要爱无？我一百。过来，我对家就好。你拢我哩一百，个要爱无？一百。一百个要接无？一百。来接。哎，没有了，剩下下班，最后搁一个一百好无？搁一个一百好无？卖搁留只啊一百，搁有人要来无？有啊吼，是。小姐，走啊！过一下包给你，包给。啊，这我给你请教一下，你讲啊，多少钱讲买，还是你买结婚的？七百个买你，你吃了无？别讲话，这半个你吃了无？先讲，换者你会感觉欢喜，咩啦？换者你会感觉欢喜，卖你换者你会感觉欢喜啦？你这句话啦，你开啦，介绍你开啦，换者啦，换者你讲会欢喜，介绍一只开了，换者我就卖你啊，换者，十块，啊，拄着。免啦，我也袂意啦，我今日都系欢喜啦，十块就十块，伊都讲啊，安尼欢喜啊，啊夭寿哦，夭寿啊，真正有够强的，哎，你话麦拄只强的，我人生拄着一个上强的，是阴空，讲二十块迄个作强的，这十块还阁愈强出现啦，我伫即世人伫阴空拄着一个阴空，也只啊一个搞讲二十，我来讲作强，这个比遐强，来讲哦，个个都是狠人呐，个个都是狠家伙啊，来啊，这上面恁知哦。这地叫鬼爷下海嘛，这地怎么你用煎的用烘的，无要煎无要烘，你搞煮米熟，淋一寡豆腐，一盖你调的，卖让你家一千六八百六七百六六百，拢总免煎啦，免上脑啊，三百上面煎三百。来三百哦，来三百。我来要吃鬼爷下包。